度就像一件历史文化的博物馆，所以不仅的古迹、神社、宫庙，慢慢的出去，古典老现代融合，不但将本人看到分不出，行家也一见一物，都不愿懂幸福。不过建筑的墙不但将私有文化，还有建筑的记录、点的，而且算是认真审查的人。今年相信仍然要在建筑的中心所在见面，他说来到建筑就会先不要被开始认识。哎，嘉玲姐啊，系啊，哦，你好，你好，仲欢啊，你好，你好，哎，嘉玲姐，你哪里约的那个乜嘅地方啊？啊，眺前有暗太平的公园，啊，后面这建筑物哦，非常凶，我都忍不住刚才自拍。嗯，这个地方啊，是京都的京都御所。京都御所，对，你乜嘅意思哦？这是以前的日本的皇宫。皇宫？对啊。不就讲天王挑拜住在里面吗？对啊，以前。哦，嘿哦，啊，怎么天皇的地方，我们这种庶民可以进来？他现在目前已经开放，一般的市民都可以进来了。哦，我怎么看到按多你那些行料？京都它是以前模仿我们中国的长安城来做建设的。那以这个京都它为一个中心来讲的话，天皇所在的位置的左边就叫左京，右边就叫右京。哦，天皇在中间。他说的算，他说左边就是左京，右边就是右京。对啊，长安城它是棋盘式，所以其实京都的每一条街就像棋盘这样子，每条街都非常东西南北都分，就像棋盘式的分得非常明显，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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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分啊。对，御所呢它有另外特色，你看这全部都是石子路。对，错个，压他妈个死推，相公怎么地板还是铺石子路，不没有铺柏油路？对啊，因为现在一种说法是说，以前为了古代为了防止刺客，也就是佞脚，刺客，对，所以他们铺石子路踩上去就会有声音，所以他们现在是保留传统下，还是铺着石子路。真的呢，要在梯缝，你真的轻轻走路就会有声音了。对啊，我刚才想说你骑脚踏车会不会滑倒啊？哦，原来有这个功用哦。对啊。位于京都鹰岩渡的京都御所，是明治维新时期天皇视察功夫之前去的所在。因为条牌不是正式颁布迁都的命令，故所有部分的京都人，还有京都亚哈行的日本重心的骄傲。虽然亚哈没人的家了，不过法爷爷的皇家御法院，专做市民的太法院，是居民一年四季都在感受京都幸福的所在。可是亚巴尔现在第一班人都京都亚巴尔，那张多时间啊就有哈多嘞。因为有次都讲哦，要在那懂 T P N 赏识哎，好像你往前看是千年建筑，你往后看是现代建筑哦，很 T P N 哎。哎，跟你第一班人都京都的时间，你知道京都可以在那该用的赏识哦。其实京都它就是说它有古都的特色，也有一些比较现代化的地方。那我第一次来这边，我是觉得环境上，你看这个周边的环境绿色特别的多，让您会有一种心灵会非常有沉淀，然后随时可以动轻松，对，很轻松的感觉，对。跟你来到京都差不多有几多年时间了？我来到日本已经有20年了。二十年呢？可以了，按休长，你认为按休长的时间就来到京都鸦片？我18岁就来这边念大学，然后18岁哦，然后再念研究所。大部分的人来到鸦片，可能就会直接念研究所，卡倒啦，或者讲过来那边走条路。18岁因为有机会过来鸦片呢。因为我父亲当初就是让我过来这个都市，他是希望来学习一些日本的经济文化这样子。那但是刚好我来日本的时候，1995年是日本经济最萧条的时候。它的泡沫到底经济上有多差，有什么状况？那时候1995年的时候，其实很多公司倒闭，也有一些就包括日本语学校倒闭的也很多。所以呢，整个情况其实自杀的人也有啊。所以整个经济状况其实不是很好。华侨们他们说，他们在泡沫经济的时候，他们一天所赚的营收，等于今后那时候泡沫经济大概要花一个月才能赚得起。啊，差很多。对啊，差到30批耶。我说，这样子你请头路应该某东货请哦。对啊，我那时候找工作的话，其实大概每20个人左右才会有一个人留在日本可以工作。那现在整个人都有提升了，这样子。20个留学生。天庭观光的事项，也很多年留学生在日本发展的机会，要轻轻的成长了。跳下马轮日本好银行的嘉玲姐，
会推动东势汉人，也伫京都华侨总会组织，同时要建造当地的各种人物形象。人等为着延续麦克希的家业，当年本来好顺意，没想到一下就黑底啊20年嘞。今年就天天加年纪，行业再替京都人一种神法啦。阿姐啊，嗯，今天买个提防咯。这个地方啊，叫做初丁商店街，在马吉小店街。松江街，嗯，我松江街，嗯，看到董国书的面档都下一条一条一条，因为按你装饰哎。这个呢是应他们现在日本也有七夕的时候，就是写的一些愿望的指标。我们那个过的七夕情人节。对，在上京区的每个学校，他们会给学生们，对啊，就是譬如说保佑身体健康啊，学业进步啊，类似像这样子的，学生们他们就会写。其实这个商店街啊，它除了嘛历史也有非常久的历史以外，还有日本之前有一个 Tamago Market 哦，玉子啊，中文好像翻成玉子市场，它是一个动漫的非常一个以它为主题的一个漫画这样子，那非常多的就是动漫迷他们会来这边朝圣。唐宋殿阁，伫功夫时代，系对福建乡下湾，所三门都京都的老路重点。每个老京都人，你上来买东西的所在，系动摇代表性的日本宋殿阁。用冬天牛牛的杀气人情做翻盘的牛子市场，唔但唱起人情锵锵的所里的日本动摇名，每本老宋殿阁的条价，感受到新时代的发力。汉家冬天还有众多冻酥粉样的老店，绝对做唔得变过。这是京都非常有名的点心店，它的名字叫呼大巴，就像我们台湾说的客家话说的起拔。哦，就起拔呀，你哦。对啊，真的很好吃。真给我们按后吃的，什么声？おいし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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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いてる。你们几个要片都买吗？该了。我两个忙得来。嗯，好想买这边的豆饼。豆饼。嗯。你们他记得那京都要片人吗？嗯。东京から。东京来的，東京这个东西算是在地的京都的东西吗？对，这是在地京都的。那东京的人怎么会知道？ガイドブックで、有名な、有名な。哦，哦，不错，要到东京你看，因为东京有个你们底哦，因为讲鼠从没有下，它真的很有名的。家庭职工，当年寒冷，现做现卖个挑饼，听到会冻住之前来买，希望蛮多就省唔多嘞。一间老店，唔但请京都人懂款，还有懂得爱天人，谈到名声来嘅，夹夹落去排列咧，看一下一沙沙乌龙嘅挑饼，酸来又咩嘅味呢？哦，排到暗叫纵身排到咧，对呀、啊，很辛苦哦。沙沙来吃看咧啦，好吧。哦，嗯，哦，安内在哦，哎，真紧咧，一开来哦。冻葱的客家人的糍粑也有嘛，不过糍粑有包一粒一粒的嘛个东西啊。这样，这个是日本的黑豆，黑豆对，非常有名，丹波的大黑豆。你像种糍粑的，可能底部有包花生啦，红豆啦，还没糖过黑豆的呢。嗯，但是你吃看看吧。嗯，嘛个米西喏。刚刚人先讲，那没演哦，没有演戏，那真的按 Q 哎，那吃一轮哦，人家腿粉丝的控你说红豆可能都是比较甜一点的，它这个是属于比较没有去腌过的吧，就蛮生豆的味道。你吃过几次？我吃过数不清了耶，对啊，只要有人，只要看到没有很多人啊的时候，我们就会来买，但是基本上都是排那么多人。对啊，因为你看。人家已经排队排按久了，百块来块，还黑按多年呢。哎，京都你会按会排队呢？其实京都人很不喜欢排队的。嗯，对，但是啊，他们对于他们这种特别喜欢，这其实也是百年老店，他们就愿意特别来这边排队，然后买到他们喜欢吃的东西。黑利亚前年孤独度，可能三坡街路就会落路，一整个上市就会堵到一间百年老店呢。就像对保存传统文化的坚持。大家京都人的成功度，只有一家特别中意的米西，特别中意的店的，故说会做得想到老京都人来说，要到老店的，确定有几个真功夫。在家庭之的成功度，没有一家给当中的私房景点哦。
江姐，哎，那边董柳颂哎，很舒服哦，嗯，感觉就两边是清水公园，中间又有火巴士，那感觉在那边走路散步啊，气氛也不错，很舒服。对啊，这个地方是鹤茂川，也就是鸭川的其中的一条分流。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经常假日的时候都会带小朋友一起在这边，散散步啊，骑骑脚踏车和玩玩球之类的。哦，可能啊，看到董董你在那边跑步啊，啊或者情侣牵牵手散步，其实蛮不错的。不过你四两年前你张过了一些时间，你对日本很发有了解吗？其实只知道日本是个经济大国，就是一个经济发展非常好的国家，但是对于其他我并不是非常了解。有礼貌，有礼貌，也算是有礼貌，对，可以说有礼貌。但是，像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啊，他们对留学生都非常的友善，也经常举办一些交流会让我们参加。但是当我从学校毕业了，然后在社会上工作，我才真正发现说，其实有许多。跟在做学生的时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有讲有读到那个事情，不是你吃到，哎，怎么跟当学生的时候感觉的日本人不一样呢？哎，我很少看到一次看到我们历代这么多元首一直在你们办公室里面聚集。但是有很多日本人以为这是我们的历代会长。啊？我为什么？读动漫该事情不是你吃豆，哎，怎么跟当学生的时候感觉的日本人不一样啊？其实渐渐的在日本在京都也生活久了以后，一直我觉得说京都人的圈子啊其实也蛮难打入的，但是因为就像我自己的同事，我之前其实在今年二月发生一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我其实在工作上遇到瓶颈很困难，但是京都人的同事他们就给予我一些蛮窝心的一些资源，这些我是觉得很难得的，这是我没有办法从，这是我那么多年以来第一次觉得说，真正用心在经营这一块，我觉得这一块我好像已经得到他们的认同。哎，你有没有跟我讲，然后你听述，让你的感动会这么深刻啊？因为我其实一直觉得说，在京都可能他们本来就比较不那么容易接受。尤其一个那么除了京都人以外的这个不管说是台湾人或者其他都市的人也好，他们能够这么的从内心上想要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京都人自家有自家老人相处的习俗，其中上重要讲话要特有礼貌，连到姐姐本人面不清楚其中的想法，还该当然上来去故说早在得到对自家当然跳有没有事情做做到总主导的京都人的认同，还有做在 TV 家庭之黑的冬天暗冬年，总算本人家属的感动。家庭之，要今天租条路个地方哦。系啊，在我办公的地方。看到董昌的台湾呢，你看这片下岸岛总粉丝，还有国旗，青葱 UIK 哦，我很少看到。一次看到我们历代这么多元首一直在你们办公室里面聚集啊？对啊，这是我们历代元首，但是有很多日本人以为这是我们的历代会长。琼海七嘎对日本的元首可能也没有这么了解，所以他们来这边看到，他以为这个是你们的历代会长。历代会长，错。可是我到底华侨总会他们工作内容都在做嘛改呢？其实我们有除了就当地的侨民，我们会经常做交流活动，比如说之前我们才刚刚包完粽子，对，粽子会，然后我们邀请当地的留学生啊，还有侨民，还有一些日本友人一起来参加这样子。古总，你要不要讲点懂台呢？不但帮助外交，还有一些我们在地学生的思乡之情都可以帮忙疏通。对啊，什么都有。我再给你按后。台湾有，哎，卡林姐啊，你要不要没华侨总会呢？你有没有你共发董兄共同某章的呀、啊？因为我们隔壁有开一个中文班呐、啊，还有开中文班？对啊。按准机哦，这当然可以啊嘛。好啊。可以进去吗？啊，嗨，请。在上课哎。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私はウーで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欢迎，他怎么会讲中文呢？欢迎。你有空为什么会想要学中文呢？你是哪里人？我是美国人。美国人。我韩国人。韩？
还有韩国人，那我就很好奇啊，你们现在都在日本工作，怎么会想要学中文呢？用不到啊。我喜欢写很多外国的话，我也喜欢旅游，所以住在日本可以去台湾和中国说中文。OK， 为什么喜欢台湾呢？因为在美国的最好的朋友是台湾人。也我喜欢台湾的料理和文化。那你们去过台湾哪边？有去过台湾的？我去过台北和高雄。台北、台南、嘉义。那你觉得这三个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台北は日本のリベの、大阪みたいな。大阪。台南は素朴な感じ。听起来其实大家对台湾都还蛮有兴趣的。有机会真的多来台湾玩，然后多吃点东西，真的台湾东西很好吃。ぜひまた。元旦可以中文版嘅想法，喺飞到天数去我嘅桥宝天一台，延续五年嘅传承。不过听听台湾民间关系越来越好，没想到一见一道，总想了解台湾的朋友，相互之间无本年龄，无本国籍，用清纯的形象，享受下班故乡的好食，透过无穷国家的文化和语言的交流，增强了台湾之间的距离。接下来听听嘉玲姐来去聊冬天人生活关系动静的世界微山区。嘉玲姐啊。啊！顶我过看到迄上贺茂神社，哎，扛你了，因为潘安他发通按到你了。对啊，这个地方每到这个周末的时候，也是很多人会来这边。哦，大礼拜就有啊。跟神社底部用潘发通好像没有办法融合在一起啊。其实呢，在日本的神社啊，跟就是一般当地的居民会有非常的密切的关系。就像我家的情况，像我女儿一出生的第一百天，我们就一定会来神社来做参拜。哦。然后还有譬如说。3岁、5岁、7岁的时候，像他的情况就是3岁的时候会着正式的和服，小孩穿的和服，然后也来神社做参拜。对日本来讲，3岁、5岁、7岁都是一个小孩子成长的阶段。那每一个阶段呢，对他们可能是早年小孩子比较不容易长大，当他们过了这一段时间了以后，就会给他们一个比较，也是希望神明的庇佑这样子。那当然，上好庙神社，唔单将系当地的信仰中心。展开神法老历史传承的一部分，底下建筑千古老的神社都，大家呢披披杂地扮演，唯有动态的水族设施，透过200间的工艺家，在山那设施都相互交流，也系等等有师傅提中的人，海内建筑拜访的时间，切到海内的地方。嘉玲姐个老公也今年要开始落神做文创产业，也拜特别请去带来来看一下。你今天去做到冻浆哎？对啊。你还买个东西啊？冻多发。这个呢，就是插在那个女性头上的头饰，这样子。插在头上的。对，插在头上的。你说像哦，胸底压中哎。对对对，像他那个。哦，这都冻浆哎，所以大哥这样子会算是日本的文创的一种吗？昔和服に合わせて。在日本来讲，因为以前插这个的话，通常都是一定要配合服人插，但是现在为了你看普通的衬衫之类的话，为了配合，可以穿的话，它现在已经有改良过的。跟你对台湾的文创有了解吗？那个台湾的文创っていう商品は。台湾的文创，他所了解的话，就比如说把以前很古早时阵的那种，再赋予它新的灵魂，然后再把它做成现在的这样东西。那你有想说要把日本的文创商品带去台湾，然后跟台湾人做一点交流吗？今はどちらかというと日本のものを。他现在比起把日本的文创产品带到台湾，还不如说他现在比较偏向于把台湾的文创产品。带到日本啊？对，どうして？因为一般人管娘就会讲，我们在台湾其实会有很多卖日本商品的店，很少听到说好像我特别要把台湾的商品介绍来日本这里。日本人の私が見てもすごく。他刚才出发点主要是因为他觉得台湾的文创产品很吸引他，也觉得希望把这些产品介绍给日本的大众。我也希望真的可以看到台湾的商品在这边出现呢。
吃上高，底下杀鸡太贵度，原来台湾文创每做得有安尼个市场老迷人，人家才问我来个文化上多，唔记得吃个文化个贴片，三唔滴本土文化个内涵，正系国家立条个眼神，就像今年日本宣传奥运个主题，唔就会亲我个脸呢？你听个下注，底下充满年轻人个神杀度，能感受到京都个包容老可耐心。泰哥，你今时哦，台资要搞我的时间哦，你刚有想到讲，哎，迄十万一个人呢，我唔会滚两方面就没有办法配合啊。確かに、こう、あ、外国人と。那因为他对于我，因为我日文跟他沟通并没有很大的障碍，这样子，所以他从不觉得说他现在是在跟一个外国人在交往。办婚礼其实台湾跟日本的情况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当在台湾办婚礼的时候，有时候根据一些嘛比较规定也好，那就当地的习俗也好，他才觉得说，哎，我真的是在跟一个台湾人在结婚的这样。因为你台湾有动作你就说啊，日本难免你可能结婚以前啊，结婚以后会变得无腔哦，会可较大男人一点点，咁唔会想要复婚呢？其实还好哎，我觉得婚前婚后他的感觉，我不知道他怎么觉得我，但是我对他觉得婚前婚后比较没有差异那么大，只是有小孩子以后，其实可能重心大家都在小孩子身上吧。跟日本大男人，你自己有感觉到这一块吗？在那边生活的时候，哎，亚东，你的英雄面档好像这种衣服都懂规黑吗？嗯，我会穿，因为今日把我啊，从我的两个地方我接过来啊，接过来。你讲亚坤哦，亚海家私去多哎。等，轻轨就三千美元，听，三千美元退票差不多涨一千美元呢。跟日本大男人，你自己有感觉到这一块吗？在那边生活的时候，当然有很多朋友啊，他们像我来日本的时候，他们就是说不要跟日本男人交往，因为他们会大男主义等等之类的。但是就像我认识我先生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说他没有大男主义，但是我觉得他其实对于家里的事情，他也都会张罗，然后也喜欢做菜。所以其实我不会觉得说啊，就是大男人啊，然后什么家里事都不做啦，或什么怎么都是老婆都要听我的，我家是没有这个问题。不过那个大哥的爸爸妈妈，他们是比较年长，可能是比较属于传统一点的日本人，他们的观念上面会不会也跟我们台湾比较不一样？其实多多少少还是有的，因为日本的上下关系其实非常的明显，对爸爸妈妈的要尊敬或什么之类。但是其实我婆婆她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她给我们的自由度也很高，也不会因为说她自己本身就家庭主妇，也是希望说我就是家庭主妇一定要在家做，她也很鼓励我说她如果有这个才能，她还希望到我外面去工作。你们也对哦，张口一些时间，你爸很有日本特殊。可以不讲，和你好音乐，然后再回去台湾接他那个音乐的家族事业。跟你 Vila 有相共，还是说我们找个机会回去台湾接爸爸的事业，还是说换一个方式把台湾的音乐事业来到日本这边生根发展？我因为我现在目前我先生是从事文创这一部分的，所以我是觉得其实这个也都是我在人生里面规划，并不是我刚开始都会想到的东西。确实，我觉得这个因缘机会让他现在。因为他也喜欢台湾，会想把台湾这块带到日本来，介绍给更多，日本的朋友知道台湾有那么多不错的文创产品之类的。那当然音乐这一块的话，可能是我现在已经有在高中也是有在教书这样，所以音乐这一块可能就哎呀，父亲他的事业就在台湾再继续发展这样子，我在这边做我自己的。你在那边神发哦，可能比在台湾还较久哎。对啊，我来日本已经对超过20年，比我18岁就来了嘛。古董也爱情感，对台湾较牛呢，还是讲对日本较牛？台湾跟日本的感情真的是，他们是一个不同样的东西。对，台湾是我生长的土地，然后日本其实也是我青春，我的所有的年华青春所有在的地方，所以他们感情是不一样的东西，也没有说那个记忆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都是。它是个没有办法去区分的东西，我对两边都是很浓的情感。人生的路况总有动到上人道的，故说对家庭子来讲，做得了顺条整下的亲戚朋友乡下，就会清淡幸福。
给一片支持的老国的事业，一片连接台日两地的情感。在两十古乡土来来去去，向下为两国的文化交流来打拼。感谢嘉陵市义务人的状态，本来的京都感受到地足而落，更大的美好幸福。下辈向下来去试去，拜访两位的家都京都的乡亲，赚费用。飞勇志，嘿，啊，仲好仲好，很好。唔好兴爱飞勇志啦。用的咯。我来都过爱哦，人家喊唔好兴爱飞勇志，冇关系，也喊全部咪可以兴啊，英文名诶。英文名诶，嘛个。Coco 姐。好 ，Coco 姐，好，再过一摆 ，Coco 姐你好。好，仲好，仲好。哎，刚刚坐茶出来啊，你爸都话坐唔坐T房诶？咁嘿。因为一边唔喺京都咩？那一本京都的印象可能就是比较古朴的建筑啊，哎，出来蛮耐就会太流，对吗？要从走过啊，重新走过。哎，有铁西托的，铁西托的嘛个意思啊？东西路的 Q 的咩？啊，我呐，我是呐，过也到银座胜利啊，观光客了的，吼，有新的感觉安尼，嘿，啊，都有重新设计过，嘿。就做过 T C 台，那是讲送进去 K 片没无按呢啊？因为下进去一片变安尼哦。哦，是讲一边就交通枢纽来讲的吧吼，去都安尼计划啦，啊，就全部昆定来安做计划做过的，这边吼就可能嘛个遗址了对啦，所以有间呢文化吼比较保留，一边比较做也审查站吼抗震挡旧，就比较讲嘿要做审查站去做挡高啊，啊另外风景也得全部看唔到。无论去京都茶跳，也去京都塔，去之前都受到老京都人动态的反对。当地人从上俗的蜀古人，原本历史古都的气氛，因为现代化模特的，仅用霓虹灯，不但做唔得用扛棒，连扛棒的色都会汉字，一古老的蔬菜色做唔得贴盘。为了恢复古都的历史形象，政府用七年的时间让当地居民参详。用无穷的国土来执行的，在城市发展和文化保存之间，怎么做到双赢？今日去个行出来哦，吃到一片印象，人来元旦相应完全就无穷用。跟第一摆来到京都的时间，系嘛个印象哦？我做些咩喺夜边啊？喺较田庄下这边。较田庄下？讲田庄下有啲高分，无按像安尼高楼太下呢，嘿。你这边开了三年，鱼子这边啊，台湾人最熟的鱼子金石抹茶，抹茶店，不过他要买到京都市去嘞，做什么头京都市啊，就来到看到人家讲，前五年那帮观光客没按到，还没按到，都没有啦，没像人家按到。我算来到鸦片差不多几多年嘞？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嘞哦。跟你对京都鸦片应该懂了解的哦，也无咧，把来旅行的银行边啊行啊了解。哪有可能？你开玩笑，你来到十五年诶。然后坐车前冬季啊，唔去冲开玩方便，我都快期待到做诶啊。人家都买三公里、四公里，全部骑自行车上班嘞。哦。我买米都长时啦，那个限时间出来你也浪记了。真个假个？对庙里讲过两个口口字，小讲这个系唔合格嘅日本本样。十五年来，唔是做过佛佛，冇成一个几多嘅景点。是某人的为神发大拼，老三蛮容易沙飞。佮讲一开始就唔系因为介意日本人嫁过来嘅，是喺老公拿了冇强嘅护照，是因为自家爱到嚟喺啲京都嘅南面人听听。唔过因为身体太疯，不佢搞到一度嘅朋友，也今年朋友家来拜访，参加比划了考考级嘅京都神发地图。太子啊，你嘛个天王，你嘛按老年嘞？哦，北野天满宫啊。天满宫哦，哎，亚比迄董始皇宫在神社里面就办下这种市集吗？始皇还唔知啦，可能呀没有封吼，天王他发啦，就变来办呢，可能市集样诶。嘿，董始董冲董多重诶？嘿，你看亚比还有卖一个算是浴衣诶。浴衣嘿。那浴衣那边按便宜，那边卖假诶哦。没啦，可能迄有点天皇有冇过时节的啦。过季的哈，哦，古早鸦片可能唔系全新的哦，算艺术的，算艺术的。啊，亚种英雄面当，好像这种衣服都懂贵系冇？嗯，唔会差，因为今日发运啊，像我哋两个地方我接到来啊，接到到亚片哦，亚还加湿几多诶？真。
轻轨就3000美元，3000美元退票差不多涨1000美元呢。冇多一千哈。哎、欸，冇多一千就多多按奖的哦。比台基本不同哈，还有仓库一条几下百万呢，几下百万人民币。那可能？真金真金。一张一台一个么个比台哦。哎呀，几下百万。三副座位要不要塔个丫头的？哦，那我可能没遐跳较好嘞。すみません、これはいくらですか？そもそも。あ、今今今だけ今日は2000。对，でもそもそもは普通あの。そうだった3000。他说他现在卖2000块呀，哎。2000万日币。日币2000呐。用钱能谈妥哦。可能好的东西几啊百万，一下嘞。2000块日币，差不多600块天呢。嗯，对，基本一般来讲，佮平常是卖3000啦，佮你卖2000。哦，佮你还特价哦。阿苗儿呀，是在喊大师的哦。真紧真痛的服服，谢珊珊家私果冻唔敢买。故说，那喺度度被牙田万强，大家年年十五期盼嘅田省实习，就会一波嘅好时间。各种古董、发现，也系高艺术嘅东西。四季度充满了各种摊贩，还有来夜报的人客，摩天岛的观光客是甘肃洞庭人神番美丽的好所在哦。是讲啊，看到洞岛东西，就像你讲有卖二手的衣服，都是二手的。啊，二手那种东西，滴禁毒药片是懂市行的吗？市行哦，也没讲市行啊，讲禁毒人他下个用蒙诶个东西啦。就是讲老实说啊，禁毒人他都无管啦，无像武馆哈，伊拉得有武力啊，迄个技术有嘛。像外派用枪的哈，都枪的多，哎，枪的多，梯伊都抬梯子啊，还有钱啊。文官佮某安尼技能有啊，主编讲，因为淑女较少，哈，很多东西都常用啊。不过来，迄个唐人讲过，就讲建都人很小气，跟七家底阿边省饭，你吃都用的哦。嘛个小气啊，就啊，看面啊，就哦。面啊，就啊。米个米都保护加文化，哎，文化保护了吼，省饭品质啦，也是做得了。哎呀，我讲你搞栋奢侈豪华，因为前天是死脱嘞，死脱，那还十八用了过呢。啊，你可以了，像一片人，然后洞庭这片人，观念根本无强用。哦，都算无强用，这边全部做生意人较多啊，因为外资系啊，分开公司没较多啊，所以钱没较多，一般类公司差一批啦。差一批啊？个一片差1000美元，这片就2000美元哦。嘿啊。跟物价唔系个差唔多啊。行得多，像木木，说你东西啊，唔敢讲啊，像木的都合规啊，系啊，那边用差一批还算社会哦，还差到三批 CP 的，差到三批 CP， 哎呀，认识的朋友，用工婆一年是赚3000万日币啊，啊，3000万，很贵，然后先做短，哎，先做就是行出去，先行出去，哎。过来改钱，改钱，嗨，你多赚一下，可以有收入，好，拜拜，拜拜，有收入，有收入，好，安尼就做得嘞，安尼就做得嘞。用公婆一年是赚3000万日币啊。啊，3000万，3000万，所以就差不多7-8百万退票呢。对呀，我也便宜你，一张月他好的公司每场4-5百万的呢。哦，我查到暗度。除了业绩水准的差别，没有人工，还有被监督细微做黑山，天底下有无法会？条白不散东南亚度，故说总得有一点打算，没本大家好好的商量，用同普通的材料呈现高级感。是京都人动中意的事情，我想每是咬下大送东西的沙飞，应该会反常的素材。再来，天天来无停的人潮落去参拜。哎，太子啊，那门口啊，安尼面当个暗台啊，嘛个啊？也毛轮啦，嘛个很毛轮。就讲，因为不过2023啊，都过才半年嘞，吼，过几啊半年嘞，唔会啦，坏啦，穿过也得好，就安那就去美容诶，把不好的东西啊，唔好东西哈，全部状态。其实苦都要偏去做嘛个哦。他老去，比如做就因为在演员嘛。哎，今现在现场面当面有拿。哎，是吗？是。
この輪を作って何のためにですか？これはあの家の他家的帮忙做了一张檐哈，然后专门开门还有挂的哈，可以去霉运呐哈，就是做一个护身符啊，也是替白做啦。哦，往年是做地都行给你太杂几杂。啊，地都行油哦，行油，行一杂。哎，这样子相公，这个你要我来做。我手可能没有这么巧，你看这看起来很硬硬，好像很难弄。个底部含油都在一块呢。你安尼含过意去，扮个过意扮演的魔云啊。哦，去底部看一下。就做好就无卡带专门关门了。哦 ，OK， 阿里个多，阿里个多。你刚刚那边讲的叫毛轮啊，你含一边哈，去霉运哈。哎，大三你就含过意耶。对啊，不过含油加方法啦。含过意，然后先左转。哎，先左转含出去。先含出去。过来改钱，改钱，嗨，你多转一下，对，嘿，你多转一下，好，拜拜，拜拜，有事找生意，好，安尼就做得嘞，安尼就做得嘞，哎，可能冲一到一个八中央安尼，你冲有无限的给不好哦，喊过去哦，你之前的厄运就无限离开了，无限离开，哎，就不会再接近我们哈。头摆见到是包法，第二摆个纯阴片，尤其热天的时间，骨头会滴六一米。佮行下年拍仪式，来取代前半年的怀孕老欧洲，老人家捏剪拿重谱捏草来锄头保佑个丰收动枪。更多的梅姨，每从唯一的路上时写枪的，一模一度，可可子有枪人先都不下待意。状况好不卡多嘞，哎，过来行行下瞅瞅哎。我可能动心呢。咁要？差不多去多年了不？哦，我是一年的。来来来，落来坐。哦，要不要不卡吗？嘿，不卡。啊，宽度嘞？要不要下张春竹？没点多嘞。啊，点多嘞。啊，我欣赏想竹村啊，想走。来，落来行行，坐坐诶。今天哪里讲到，就是讲建筑你要变动向，我要求讲建筑物不能太高，系嘛？那你要变就有宽度，你要变风景咩算唔会差呢？虽然说你这边没有很高楼，才四楼而已，不过宽处因为也是可以看到蛮多山的哎。嗯，对啊，你啊，今日你天气先啊，你有文化你保持下来吧，现在暗河风景可以看啊，每每看得到个建筑塔，要变咪看得到？看得到，看得到。建筑人对国土是要动机高哟。市区行几天，总唔得去超过四千六嘅景色。因为对建筑人来讲，平常时坐在啲家乡看到山脉，但热热天坐在看到也天数无人离开嘅五山松果传统名胜脉，行较重要。比起城市发展，行较充实生活质感嘅维护，每下落城市朴实，才有产业嘅素材。最近来到阿边差不多四五年嘅时间咩？你十五年前当干过的时间，你对日本文化无了解了？无一了解。哎，你也不会讲嘛？日本文化？唔会，就单枪讲哦，天下三人就认识哈，就谈一段恋爱，哎，你年纪没多呀，就结婚干过了安尼。啊，你就真给迄，就是我们中国人有讲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给迄日本人你就干过了，你嘛该都唔差了。是啊，就。是甲先的咩？反正过来甲因就有安生活，过来先老爸好来，哈，好来他听听呗。因张李妈妈做一些事，张敢讲哈，哎有生言没生言，嘿，连话都唔会讲，讲唔清楚的吧哈，嘿有娘的吧哈，嗯，也等于无最善言啊，不看因全部脱腿吧，有无？嗯，遇到伯父是甲都是有没有一些输入啦，是个很安心啦。差不多，因为好几句张吃豆讲，好像应对方面比较可以自如安尼。吃什么四五年哦哟。古总，你家四五年过都动辛苦嘿。辛苦也唔会啦，他辛苦的就是你老人之间那个的关系有无？有的人就会欺负我啦。哦，娘的咯。就是讲哈，唔会咩，就问伊咩，比讲讲。诶，同你攞俾做业务嘅人哈，打电话转，哎，让我来讲法哈，他唔会失礼。诶，以前嘅同事哦，是在当买戏嘛，就搞安尼哦，用个语气冇强样哈，差一只是在打东东。哦，用会讲哦。对啊，嗯，我来吃饭冇，老公啊，我来吃饭冇，语气冇强样，语气冇强样，冇强样法哈，你心情都冇强样诶啊，就有失礼冇失礼哈。你不能发迄懂充礼貌的咩？可能一扎丝毛强，就意思就完全就毛强用的呀。唔会差。
主管无出家吼，就是欺负我啊。主管还有出家吼，就对我动火啦。不过主管主管知道的啦，不过还要做唔下呀。年年要去上班以前吼，哦，这样说，年年叫我。哦，安在个？哎呀，因为日本的观念偏男主外女主内。啊，台湾人也老公会懂支持你，就是你出去外面工作，他是算蛮开放的态度。不过我不会日本人呢，你听请条路的时间，不会讲要从观念影响到你找工作吗？以前谁家给资源哈，给谁家哈，一开始让来留学生啊，就默默啊都一看资料一看，因为结婚嫁日本人，啊人家先生还娘的呢，无做生还用要出来做生啊，娘的。啊，娘的也日本人哦。因为一般来讲，可能就像我们家讲的，男主外女主内嘛，哈，结婚嘞，你就好看煮饭带细人的呀，你就嘛出来做些，嘿，先生母做些，也嘿离婚也嘛，就学些，嘿呀，哎，我就来讲，这些半工半读，脱离吃住的苦苦子，一年内以四级卡托，考到了日本清国一级的奖品，就会遇到卡个行业之虫，增强劳工的负担，每周都有卡多的收费，都得等你转台湾。不过整个行业之中，啥无安简单。好在也遇到了好朋友、好同事，一丝经验的累积，老不堪言的支持，勇敢又坚强的当年的动力。刚一楼的时间，我看外面的门牌啊，一般来说，好像嫁到日本的家庭里面就要冠夫姓嘛。我在外面看到两个姓，他们在这方面是比较没有给你那么多传统的束缚，是不是？因为阿先生没。我讲，你听我讲一下，我老人家做伙笑啊，就出只门来啦。噶，迄以后吼，半年以后，我你那边的坟墓吼，看无？啊，就噶人家祖坟墓卡，都没有你也无卡呀。我结巴吼，安尼做得嘞，吼，唔是过样吼，安麻烦，过来过伊吼，哎，我申请文件当麻烦你啦。所以也有必要老人家安心讲，因为我们出只来讲啊，爸爸妈妈不爱教育吼，就讲老人家讲妈恩主莫忤逆哈，莫当灾哈，诶，我也没讲全部会去顺从哦，哎，我看状况，哎呀，也有时候，哎，我跟你懂好用，就是来讲，我咋分啊，我贪唔食，老人家就唔会让我计较很多，可能一部分没讲，有可以。懵懵懂懂混过去了，就不要太斤斤计较，就有一个距离美，相处上面可以有一个缓冲区。不过我刚过来后，闽南不看习惯哈，台湾不看习惯这个，不看有中华食饭，哦，有段时间我听，太敢看看一只天师呀嘛，聊聊天啊，讲讲话那样，但还不看你们。不过我先生以前忙结婚噶吼，一转路下就看到健康吼，就再也没老老人家讲。我阿家过来哈，就来讲唔安呢，然后看就按一几三天的吼，无加班无嘛，按就老不看人家下下班吼，有时间就看一下天师哈，聊聊天讲讲话哈，安尼真系不看你。我有一摆就又我就听阿家讲食酒啊，有人来讲就讲安自私啦哈，因为我家过来哈，那也念错了，没法以前哦，没拿来空下吃饭，他也再没拿来空下吃饭，我做菜也没讲一声哈，也没空下看电视，爸没讲多半句，都唔明阿来一样诶，有时候讲些咩啊，阿某人来啦吼，我转一台湾，啊，家公阿个做了讲说做唔做了，阿来冇转一台湾，我本阿来一年没有你咧屋卡，留下来第一年屋卡，一半年爸爸妈妈协助会，变得较中英呢。可能是一种信赖感吧。一点就是我卡有对那边的我卡来讲的话，就得到他们的一个信任感，也没有我觉得一个值得高兴、值得欣慰的地方哈。你想问一下泰国，你老给结婚按旧的没？给知道你还蛮敢用的跟人哦。日本人的文化是老是大変やと思うけど。客家人吼，伊有可能有查过啦。客家人吼就有个刻苦耐劳精神吼，所以讲，通常呢，伊如果你韩国啦，端正很有客家人的呢刻苦耐劳精神，这样可以呢吼克服掉这个文化差异的地方啦。搿一四五年来哦，去个来上工，来到日本这边有什么样的改变吗？还是有什么样的收获？要做伊女个咪要讲，哦，搿日本人很好呢。端正人来嫁过来也一两年吼，每次你们讲高尚、很高贵的那种感觉，唔会讲啦，你想讲，每次都是讲啊，很不错啊，去嫁到国外来吼。不过实际嫁过来成败以后吼，过一两年之后，其实也无嘛个大不了的事情啦，啊，没穷养啊，
说翻黄色的传说啦，吼，二零零个啊，吼，无伊做生意用钱咯，对。然后讲的生意，还没你要教，那唔教的生意，对吧？没有辛苦的地方，柴米油盐酱醋茶，你个啊，那嘛无重要，就点讲，我算了，加了一双不差的家庭啦，不差就是讲，没讲有钱，系讲想法算同开同的家庭，一点对我来讲，吼，就算最自由最。最顺心、最幸福的地方了哈。所以来讲，啊，奉劝台湾人民，莫讲啊，来家啊，你国外一定会觉得很风光、很幸福，干嘛很自由？莫，真经拢过一审判，你才会知哦。莫一轻易就讲，就想要带一个国际朋友。一个网友哈，伫迄家法国啊，伊算迄家来不差啦。然后来到一个世界小村一个网页哈，本来讲唔只认识日本的朋友，因为国际婚姻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认识不一样的，不是单纯只有单纯讲日本那边。对我来讲是一个另外一种视野开阔的方式啦。我希望家都归我的。跳过世界各地好朋友的鼓励，总算做到安慰。在每种大病的时间，遇到困难，故事的心肠，故事。就算一点对上夫人来的温暖，给做在转变中继续打拼的力量，就像可可之讲的，为爱加到爱国，无像童话故事安尼的浪漫，但都是有行较多的勇气留坚定，去跨越文化留家之讲的汉字，感谢可可之留家年纪，祝福你着，伫阿在土地上，做在行较幸福，行较美满。